然疯传一组迪丽热巴未修图前的形象照，让网友们全都看傻了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她脸上虽然有着完整妆容，但在高清且近距离的镜头拍摄下，她的脸上细节全都被看光光，不止眼袋、法令纹很深，脸上还有不少细纹，就连印象中的鹅蛋脸都突然变成大饼脸，和过往的女神形象差很大。对此，自称帮迪丽热巴拍形象照的摄影师也特别发文澄清，这是她几年前拍的，是被有心人士修图锐化，还故意对外声称是原图。她强调，作为一个摄影师，不可能有资格和权利去散播未修图的照片，也无奈表示不知道这些人是从什么渠道拿来的图，也强调照片即使锐化过，也黑不了迪丽热巴，强调她本人可美了，也再度与网上引起热议。you